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叫做 Abis Canadensis， Abis Canadensis， 英文叫做 Hemlock Spruce， 咁中文名我叫做加拿大铁杉，加拿大铁杉 Abis Canadensis。咁呢个疗剂嘅主要嘅应用咧，可以系两方面比较明显啲啦。第一个系个消化嘅系统。咁呢个疗剂咧，通常咧系帮助一啲人咧，就胃口咧就好大嘅，咁但系咧佢就容易咧就食过量，食到嬲尾咧，因为佢成日好似觉得饿啲不适感啦，咁就嗰个胃窝有种好似有种去空空虚虚，咁似乎咧就会好想食，食得好多，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食到咧系消化唔到，出现嗰个胃胀。加上咧嗰个心跳，即系通常就系咁，食到之后咧就好饿，但系食，但系食得好快咧就食到胃都胀晒，同埋心跳呢种情况嘅嗰个胃嗰个消化呢个问题嘅，咁亦都会出现个腹部咧就会嗰种烧热啦，同埋嗰种胀嗰种嘅感觉噶心跳，咁。那种感觉呢好似那个右肺同埋肝呢就好细同埋好硬嘅。咁右肩胛下方呢就有啲痛嘅感觉嘅。咁嗰个病人呢就通常呢就鍾意呢就着隻隻瞓喺度呢隻脚呢就係翘起嚟啦。咁个人好冻，感觉嗰啲血呢就好似变成冻水咁样嘅。
咁呢个第一个喺消化系统嘅应用嘅地方啦。咁第二个应用嘅地方咧，就系喺个子宫嗰个移位吓，子宫下垂、子宫移位。咁啊，病人咧感觉咧，佢子宫嗰个地方咧就嗰种冤冤痛痛嘅。咁攞按压攞少少压力咧，就会舒缓少少。个人好攰，成日咧想瞓低咁样样。咁亦都感觉咧个子宫咧就好软弱，系好软同埋咧好弱嘅。咁呢个咧就系大家遇到呢一类咁样嘅情况咧，系可以考虑呢个疗剂嘅。咁个病人基本上都系怕冻嘅，即系好似嗰啲血液咧，好似变咗冰水一样嘢。咁嗰种冻嘅感觉咧，就走落个背脊嗰度。有阵时咧，嗰个肩胛骨之间咧，两个膊头之间咧，好似有啲冻水呢种咁嘅感觉。皮肤咧就系湿湿立立，立立湿湿冻冻嘅。咁呢个嘅就系咧系Abus canadensis 加拿大铁杉应用嘅地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